前一阵子带一个粉丝去人肝工作室订了一只黄金鬼龙，那你知道这只价值不菲的人肝最后落脚到哪里了吗？没错，就在张家港水星台球会。大家对水星台球会肯定不陌生，称得上张家港最豪华的球坊，那老板肯定要有最豪华的球杆来衬托了。讲实在的，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只杆的实物，实在是太美了。看看这栩栩如生的龙头，看这龙的眼神透露出满满的霸气，再来看看这每个插脚的分布，每一个细节是不是都锋芒毕露？你是不是觉得这根像艺术品一样的球杆它能好打吗？现在来给大家试一下。看看这效果跟打感，是不是就觉得很有价值了呢？还想知道人杆有哪些秘密吗？赶紧私信我，我是陶教练，你的专属教练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